花海胆冻。我们今天用的花是马粪海胆、龟龙虾海底冻。哇，那它旁边这是什么鱼？干贝。然后上面也会搭配一些像是生鱼片，然后还有日本的甜虾、旗边肉。哦，我的天哪！味道如何？当我们看到有觉得符合我们的成本，然后可以给客人的，我们就会把它呈现在我们客人里面，不管是生鱼片的冻饭里面，或者是海鲜的味噌汤。像今天的小惊喜就是我们加了牛蹄蟹。哇，超多，是不是超多？那它料超多哎。重点是不用钱。欢迎你们来我们这边啊！如果有客人如果是进来用餐，我们就会先招待他热汤，然后跟热茶。你们的料也太多了吧？其实我们的汤跟饭都是让客人可以无限续，这可以无限续，限续料也有吗？料也会有，这样会赚吗？这个要问老板。